哎，朋友们好，我是老夏。这个下坏胎是名不虚传，而且老夏不适合于开别人的车哈，你们以后的车也别拿给我开。哎，我真的很郁闷，本来明天售后九点他们要走，今天晚上请我吃饭，我晚上11点钟去机场接人。然后他们今天下午的话，刚刚给我打电话，叫我跟他们带个东西过去。我就顺便开着这个凯越车啊，朋友的凯越车去机场接他们夫妇俩，结果刚刚走到这个金融城那边这个纪念碑这座桥的位置，轮胎爆了，这个吓坏胎真的名不虚传哈。晚上今天本来就冷，我没必要跟大家搞这些事儿。哎，我真服了，看一下现场吧。我是拿了个煤气罐过去，他们要用一下，九点他们，售后他们，然后今天晚上就售后请吃饭，我就吃了才走。然后我开的这个位置，忽然发现前轮叉叉叉叉叉，来来来，轮胎又爆了。哎呀，我真的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，服了！吓坏胎只能够开自己的车哈，这个真的吓坏胎名不虚传。开始换胎吧，不跟你们说了，备胎拿出来。我靠，这个备胎是飞镖备胎啊！飞镖备胎装前面的话，开慢一点可以啊。哎呀，我真的不想说我自己，开自己的车，面包车随便怎么玩，啥事儿没有，一开上别人的车，轮胎就炸了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？朋友们，给我们帮我分析一下。是老夏不爱惜别人的车吗？还是咋回事？但是别人的车我也舍不得造，自己的车使劲造，他没事儿。一碰上别人的车，出来就不炸胎。哎呀，晕死了！好了，马上去9点售后那边看一下他们两个在干啥。今天晚上售后请吃饭，吃完饭的话我要去机场接老板娘跟老板。哎，他们今天改签了几次飞机了，因为今天拉萨下雪，公改机场降不下来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大新年的又让你们看笑话了哈，真不好意思啊。这个不是剧情哈，我知道你们喜欢看剧情，没办法。好了，出发，拜拜。